现在见义勇为的人很少，都害怕遇到一些意外，反而害了自己。男子这天出去散步，路过湖边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人在那里围观。他走过去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一个女子在水里扑腾着喊救命，男子想都没想就跳下去救人，好不容易将女子救了上来。女子焦急的父母赶紧围观了上来，女子醒了之后突然打了男子一巴掌，男子愣了，好好的救你一命，怎么还打我了？女子哭喊着，老公，你不给我孩子10万块钱的抚养费，我就再去自杀。男子彻底蒙圈了，自己婚都没结，哪儿来的孩子啊？男子忙说，我不认识你。女子抓着他不放，你不认识我，你救我干什么？男子的同事们刚好路过这个地方，忙站出来给他作证，他根本婚都没结过，你肯定是个骗子。一看情况不对，女子和她父母一声不吭爬起来就走了。